接下来我们薛副局长，我们下一个要帮助地球人解决的困扰是什么呢？好了，那地球人的第二个提案就由我来发布了。第二个提案是，哎，你正面看着我吧，因为看侧面好像你得了腮腺炎一样。这样我好一点。小心我使用致密线。来，哇，局长也有啊。好了好了来了，姜还是老的辣，感受到你的震慑力了。第二个提案，地球人根本不知道怎么拒绝，地球人不会 say no。 现场所有来自地球的朋友，你们在生活当中对另外的一个人提出的请求帮助，善于对他们说 no 吗？其实很难。哎，好难哦。真的吗？局长真的是这样子啊。我在地球的时候，我觉得最难拒绝的就是我爸爸的朋友。哦，比如说他们有的时候要去杭州玩哈，他们去杭州玩关我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杨弟，我们要去杭州耍了，帮我们安排一下，就让我们安排起来。然后我就不知道你是哪个噻，叔叔，你打错电话了。叔叔，我不是杨迪，我要用普通话，用四川话就穿帮了。而且我那个爸的朋友，他喝醉以后还会说，杨迪，给叔叔打200块钱过来。打200块，就只要200，就是要面子，对不对？要面子，然后你不给他打，装作没看到什么的，视频就过来了，杨迪，给叔叔打200块钱过来。就是属于这种人，他由于他是我爸爸的朋友，我真的没有办法拒绝，不知道怎么办。峰哥真的是一个非常会拒绝别人的人啊！想当年我就被峰哥伤过心。哇塞！当年没有渡海汤的时候，我在地面频道做主持人的时候，然后呢有一个环节就是说要给身边的朋友打电话，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峰哥，你能不能帮我一下，因为待会儿可能要给你打电话现场连线。嗯，峰哥接到非常的冷漠，我在拍戏没时间。哇，没有假的。哇，这么狠啊。我要解释一下，你应该是记错了，是你，因为你找遍身边所有的朋友，只有我帮助了你，那次电话连线是成功的，不信请看回放。啊，现在没有准备，待会节目组去找一下好不好。啊，应该是真的，因为我记得当时我是接了你的电话的。你说没有，你说我在拍戏没时间就挂了。不可能。真的不可能。前方和孟晨，麻烦你们两个自己下去处理一下你们的私人。我们先聊一聊。我觉得我的那个拒绝是比较难的。哦，就是学生会来找你。哦，现在很多人出国嘛，他说张老师我想让你推荐信给我签个字。对，其实心里面吧是挺不想签的。啊，就对于一些学生不是那么熟的。对，但是人家这么拿过来了，你如果要拒绝人家吧也很尴尬。所以就这种时候其实是很难很难拒绝的。所以我跟你说，薛之谦副局长，今天我认为你提的这个问题了不起。对，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急需解决的问题。来，谁有解决方案？我给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络绎不绝地来找你帮忙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跟我一样，长得太善良了，长得太靠谱了，还好，太可爱了，不想再听了，对不对？只要找到这个原因，我们顺藤摸瓜。顺藤摸瓜？不，只要找到这个原因，我们来从根源上切断它。我推荐大家一个火星的解决方案，就是拒绝智囊。这不就是个荷包吗？只要有了它，你的相貌不再很单纯哦，不再那么好被人欺负。这像爬了个蝌蚪，好恶心啊。来，谁来给我提一个要求啊？我来可以啊。你看他就不灵嘛。我觉得你这个提议特别好。来，谁来前锋
我最近没有什么时间照顾我的妹妹，你能替我照顾她吗？好啊！算了，我一定会帮你，好好照顾她。不用了，好恶心啊！其实这个就是想办法让自己的这个面容变得更加狰狞，面相变得奸诈。钱枫，我跟你讲，你这个有一个最致命的问题。你可能达到了那个效果，但是我们谁都不希望通过这个效果让自己变成一个被别人讨厌的人啊。我说的是，当朋友提出无理的请求的时候，可以用到这个。但是现在很多这个提要求，有的时候不是面对面，对呀，有的时候是打个电话，你粘个这个智囊，哎，对啊，你怎么办？他这个简单，就粘上到他家去回答他，电话别接，哎，你给我打电话。微微，你有什么提案？我这个提案其实很简单，据我调查过，真正这个拒绝的方式，其实啊，7%的人是用语言的，然后38%的人是用语调，其余55%的人其实都是用肢体。这个我都是有研究的。我想跟大家表达的就是，其实用肢体来表达拒绝是最好的方式。比如说，有些人要提出什么要求，你一做这种，或者一做这种。这也太假了吧！所以呢？所以我的火星解决方案就是拒绝舞。我亲自创作改编，而且现代、古代都通用。我们文工团绝对配合。文工团的姐姐们来。维飞，你看。那个花又红了，有我漂亮吗？那花迪飞，这是公公吧？最近得到一杯茶水，赏给两位喝。迪公公，喝了吧这茶。不要喝，喝。Just drink it。我们不能喝，有龙四。有龙四更要喝。有一种拒绝方案，就是要对你。我不想喝你的水，我不想走你的路，我跟你说我今天我不。哇哦！喂，我不想喝你的茶，你的茶特别臭，我不想喝你的茶。刘维啊，怎么了？我觉得维维还是太年轻了。怎么了呢？其实，在我们火星上，几十年前就流传着一首歌和一个舞蹈，叫做“拜托舞”啊。它就是任何的这种否决的肢体动作，包括你舞蹈的克星。哎呦，拒绝舞叫它拜托舞，只要我们跳出这个舞，任何人没有办法拒绝。好，今天你把拜托舞跳了，我们用我们的拒绝舞 PK 你。来，这个舞蹈是火星上所有年轻人都会跳的，我请两位年轻人跟我跳一下。哎呦，尬起来喽，尬起来喽。Music。希望都带走，我不是在祈求，我只是在歌颂。求你给我一点帮助，帮助别人你会活得更加精神。求你再给我点帮助，帮助别人你也能够心想事成。求你最后一次帮助别人你能变成更好的人。求你给我点帮助别人你才拥有完美人生。假唱
唱假唱假唱假唱，三幺五吗？有人假唱，假唱罚钱。这是我自己的声音。